它的尺寸怎么样呢？尺寸妞妞觉得是正常，但是呢，如果这一款啊，你想要比较长一点点，其实你可以偷偷买 M 号，会比较不会那么合紧一点点。但是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买弹力牛仔裤，你就是让它这样包的会比较好看，以穿得下为主就好了。因为有的时候，如果你多一个尺寸，这边会变很大，就不好看了。那它这一次的设计啊，我们是设计前短后长，然后有点抽虚，然后牛仔裤。它是全高弹的，这个应该不用多说了， GN 的弹力裤是最好穿的。那短度呢，其实它是前短后长，所以在后面这一片呢也是帮大家包住屁股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觉得深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，然后它也是整件就是刷深的，深的牛仔裤就是利落度啊或是质感度我觉得也蛮厉害的。它刚好在肚脐下左右，所以它算是中腰的，然后呢侧边有前短后长，所以拍照记得把你们的腿秀出来，它是非常完美的身形比例。